石头渡青天，气也雄，雨早无尽，虚名复寒士。世事为将情，演员一上台一定得有一种精神，无论干什么也得有正确服务态度。哎，干任何工作都是一样。是吗？比如你做个营业员，你态度不好那行吗？态度不好啊，全被顾客给气跑了啊，气跑了啊，那你感情乐了？哎，怎么顾客少了，你事儿还轻上了呢？到时候照样拿月薪，你还能大考试？你不好，人家给你提意见。那对，你看过去旧社会站柜的人啊，有不和气的吗？没有。有把顾客给气跑了的吗？那可没有。在旧社会，学生也先得学这套。学什么？掌柜的教你。嗯，做买卖得有三分纳气。哎，就是啊，能忍耐。哎，学徒先得学那首歌。什么歌？歌啊，就说明这做买卖能忍能耐。这我倒没听说过，没听说过。那么您可以说说这首歌是什么词呢？买卖能忍，和气生财，无论穷富一样看待，买卖卖得守主道，上柜来笑颜开，休要发困莫发呆，像你这买卖怎么不发财。这做买卖还得有这么一套理论呢。过去学徒都会唱这个。唱啊，唱啊。怎么唱啊？买卖要能忍，和气生财，不论哪个穷啊富，一个样儿看待，买卖卖的守主道，上柜来笑颜开，休要发困的莫要发呆呀、啊，像你这个买卖是怎么能够不发财。你还真有这么一套啊。哎，所以你要是到鞋店里买双鞋，甭管你怎么挑毛病，这掌柜的也得把这买卖给你做下来。哦，比如说你上鞋店过去买便鞋，哎，来双铅底便鞋。是喽。一看你的脚多大。怎么样？他这一看呢，九八的差不多。哦，穿九八的。拿过一双来。哎，您试试这双。再来一试。怎么样？紧点。紧点。好，再给你拿一双。哦，又拿个一尺的。再穿。那不穿大呀。你说这怎么办？一尺的穿着大，九八的穿着小。那拿99的呀。没那个号啊。那这怎么办呢？再拿过第三双。还是98。这双就能卖给你。哎，那不合适，人家能买吗？他那个说得好啊。哦，哎，他便凡对付你啊，让你很满意的把鞋买走。你瞧呗，你看这双鞋，他一看，穿98的不是小点吗？拿胆子棒先给你撑撑。哦，揉揉。您试试这个。这不成，还是紧点儿。是。这个新鞋您穿上就这样。您要是买新鞋，您要一穿就合适了，过两天穿着就大了。怎么？这身您不穿紧点吗？您才两天的不就松散了吗？一定就合适了。是。不成，这鞋我这样子我不大喜欢。脸长好，抱脚啊。哎，那会省得走道人一踩就掉下来了，您再提多麻烦呢。不行，这底儿也厚啊。底儿厚好啊。您穿着的不硌脚啊。你听，就能把这双鞋卖了。你瞧呗。可现在你要做营业员，这样就不行了。做营业员不但服务态度要好，是百拿不厌，百问不嫌。哎啊，非得这样。照顾人家实用，你不能胡说，随便说卖出去。你看现在这个服务员的态度那真好。是啊，你到哪家合作社呀、百货店呢？哎啊，那营业员那是多好。是好啊。可是也有
个别的差点啊，也有啊，那不好的也有，嗯，个别的那都是啊，个别的，哎，差点，他总不安心的工作啊，他不热爱他那个业务，你知道吗？他总想做营业员有什么出息？嗯，啊，干点别的多好，建筑部门、工厂、矿山，嗯，哪怕我做个行政工作，那将来也能啊当领导干部啊。你说这玩意儿做营业员，在合作社里头，你说领导谁呢？嗯，领导香蕉、苹果、胶皮鞋，啊，没出息。您说一个营业员思想上要有这个东西，服务态度能好吗？那倒是，这思想上他有毛病啊。就说是嘛，对，他总想这嗨，干不干二斤半，这儿不干，别说干，不论哪儿干都吃饭。你说，你说这什么思想啊？这就坏了吗？哎，有一次我上合作社买胶皮鞋，哦，遇见那位同志，这就不大好。啊，我一看窗口里的摆双胶皮鞋挺好。嗯，我说同志，我买胶鞋，要什么样的？嗯，我说就摆着那个，拿过来我这么瞧。嗯，37号。哦，合适尺9寸，我穿正合适。那你就买吧。是啊，我说那什么，你照这样，他给拿两双，我挑挑。嗯，没有了，就这一双。你还赶巧了，就剩这一双了。谁说的？嗯，他怕麻烦呢。啊，我说好，就这一双，就买这个吧。嗯，这底下又给我抻出一只来，装个盒一捆，开了票，我拿回去了。嗯，到家打开了，我这么一瞧啊，嗯，穿不得。怎么坏的？不坏呀、啊，那怎么会穿不得？两只全是左脚的啊！这一顺便啊，啊，你说这怎么办？那你赶紧换去呀、啊！不成，那两天忙啊，没工夫换了。我想过几天吧，过了一礼拜我又去换了。嗯，到那一问，真卖光了。你瞧瞧，我问那怎么办呢？我穿不了啊！我这两只那是左脚的，你不能全卖光了。我你那还有两只右脚的呢。没有，那不定谁买去。是啊，这位也穿不了。我问那我等着穿，我怎么办呢？嗯，我问你给我换换。那怎么办？仓库换去。嗯，啊，好吧，跑好几里地到仓库一问呢。嗯。人那都整箱的呀，你那是啊，您还得门市部换去，可不是吗？来回跑了4趟，嗯，鞋也没换成。那天赶上下雨，一下大雨，我便鞋全铲了。你这怎么办？回家得了，我别等着了，嗯，我先买一双穿吧。哦，又到另一个合作社，这个营业员怎么样？呵，太好了，跟那位同志一比啊，大不相同了。哦，那真好。我说同志，买胶鞋，嗯，好、哦，要多大的？我一尺八。哎，你不是穿9寸的吗？啊，不是，那两只。有这么说话的吗？啊，他也乐了。嗯，我拿着，你看看。这怎么样？我说行，就这样子就蛮好。嗯，你试试好不好？不合适好换。嗯，不是，我说成，我穿这尺寸就不行，甭试了。嗯，他说你还试试好，试试呀，不合适的还能换，你回头一沾泥呀就不好换了。这话对，那你就试试吧。我不行啊，我两脚这穿着便鞋都铲着地上泥呀、啊，那可没办法了。咱不要紧，我那有脚盆，嗯，跑到后边去，给我打了点水，拿一条旧毛巾，嗯，洗去吧，洗一回好试试。呵，您说这种服务态度那是多好，那个真好啊。哎，所以呀、啊，对这个服务态度好的人呢，群众他就表扬啊。那是啊，全国积极分子大会呢代表来到北京这儿开会，多么热闹啊。哎，来自各个不同的工作岗位，那、都是人民的好节目员。当然了、要不好能够选为代表吗？就是吧。哎，像那个服务态度不好那个人呢，啊，也能参加会。参加检讨会。那不光荣。服务态度啊，嗯，这个还有，嗯，有问题的。是啊，这服务态度，嗯，有的时候你要遇见这种服务态度的人呢、啊，嗯，你感觉更可怕。哦，怎么？他有这么一种啊，嗯，法官式的营业员，法官式的，往那一站呢、啊，脸上他一点笑容都没有，这是干什么呀？大概好像表示他严肃吧。营业员干嘛要那么严肃啊？哎，就那样。嗯，你还没跟他说话呢，你要跟他说几句话就能把你气了。
有这么一种人。咱们是来买东西的了，干嘛跟他怄气呀、啊？你不怄气不行，他气人了。我不信。有，您哪儿这是啊？你不信，你就是那个顾客啊，我就作为那个营业员、哦，你跟我说几句话，准把你气了。是吗？嗯，有。那好，咱们就试试吧。行。嗯，你就是这个营业员。对。啊，我就是这顾客。嗯。就不像话。嗯，你看这劲儿，干什么？没叫人上合作社干什么？就是买东西。人要看病能上合作社吗？是，这合作社也没贴门诊部啊。那你往下听。嗯，还可气。哦，干什么？嗯，我买香蕉，好不好？那你跟谁商量？自个儿拿主意。不是商量啊，我问问是好不好。这儿不卖坏的，全是好的。我怕他不熟。熟？嗯，熟的到这儿就烂了。吃熟的上广东，你买不买？不买别下蛋糕，好给别人拿。买呀、啊，还是要多少？你给我来2斤。好。哎，嗯，挑点大的。你要大点。嗯，剩小的卖谁？你这人自私自利。谁自私自利啊？那小个我怕它不甜，没有不甜的，香蕉都是甜的，没咸的。这是香蕉，懂吗？这不是酱萝卜。哦，这是够气人的。哈密瓜怎么卖呀、啊？哈密瓜8毛一个呀，来给你、啊，1斤，一斤。哎，怎么那么贵呀、啊？贵，空运，知道吗？空运懂不懂？比你还强呢，坐过飞机。您给我来这1斤，行，我也尝一尝个坐飞机的哈密瓜。行了，一共多少钱？1毛6，3毛2，1块1毛2。啊，给您5块钱找吧。没，拿零的，没钱找。我没有零票啊，没零的。嗯，在这儿等着，卖够了找你。哎，那不行，我还等着上班呢。要上班了啊，等不了了，等不了，全买了啊。我买5块钱的香蕉，我怎么吃啊？那你问谁呀、啊？那是你自个儿的问题啊！谁让你买东西不带零票？哎，同志，你态度好一点。你看你这脸上什么样子？你不是买东西吗？你瞧我脸什么样？干嘛呀？哦，你是来给我做媒的。哦，不满意是怎么着？提意见呢？那有意见簿啊，往上写呀、啊。我还要给你提意见呢。你姓什么？叫什么？你是哪个单位？你什么成分吧？这像话吗？这是这个好的跟坏的，您说这一比起来差多少？是吗？相差太远啊！还有这个可乐的事情啊？什么事？我告诉你，我遇见这个事情都特别哦。春节我遇见一档事情，那就太可乐了啊！什么事啊？春节呀、啊，30晚上，我拿仨瓶子到门口的合作社买东西。买香油、酒、煤油，哦，到那会儿三个瓶子，哎，我说，香油，酒、煤油，哎，1样1斤，啊、嗯，就因为这位同志一马虎，我连饺子都没吃上，怎么？他马虎，啊、嗯，他全给弄错了，怎么弄错了？他把这个香油啊，啊，打到煤油瓶里头了，他把煤油啊打到酒瓶里头了。把酒打在香油瓶里头了，全错了。当时我也没看，我拿回去了。第二天初一了，我才发现。那赶紧找他换去呀、啊！不行，他放假了。
有打初一到初五的放五天假啊。有、哦、那有什么初六再说吧。是啊，我这饺子也甭吃了。嗯，这怎么搞的呢？嗨，他不是聚精会神在那儿工作呀。啊，他一瞧见我相声演员，他跟我斗啊。啊，小哥啊，哪个？对，哦，煤油，啊，香油酒啊。嗯，好嘿，你这来这儿怎么样？啊，说这儿嘿，说这儿相声嘿，有意思啊。一边斗他这儿一边打啊。你来那段买猴怎么样？嗯，猴儿，那马大哈有意思、哎啊、马马虎虎，大大咧咧，嘻嘻哈哈，还并不逗了，满给弄错了，太马大哈了、嗯、可是我这饺子没吃上。是啊，好容易盼到初六了，嗯，一早我就找他去了，是得找他谈谈呐。哎，我说同志，我说你这工作怎么搞的？嗯啊，你心里惦记什么呢？你把酒给我打在香油瓶里头，我凑合了。我说你看这个没？你看这俩怎么办？嗯，这是煤油，你给打在酒瓶里头了。啊，这是煤油瓶，你给打在香油，连油带瓶子全完。你说这怎么办？哟，这怨我，我那什么，这不行，它是煤油瓶，我是挡是这。香油瓶儿，弄错了。哦，这是酒瓶，我给打了煤油了。嗯、我还打的是酒呢。我是静电让你说段相声了，经过说话，所以才弄乱了。咚咚咚咚咚，到油桶里头了。他把煤油到酒缸里了。